说到清代刘铭传在台湾新建的铁路，可能不少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画面，就是行驶在又弯又陡峭的山路上，传说中还会倒退路的糟糕建设。不过照片中因为选线不佳，后来遭到日本人舍弃的路段，现在竟然准备要新建桃园捷运中线，甚至已经通过交通部的核定。这条桃园捷运中线预计连接桃园市区跟新庄回龙地区，而这个路廊从清代开始就是联络桃园台地跟台北盆地的要道，直到现在每天有超过100班的公车行驶，平均下来每10分钟就有一班公车行经。不过虽然有着不小的客流量，最开始的桃园捷运路网规划上却并没有在这边新建捷运的计划。时间回到1989年，当时的桃园县人口正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增长，交通部运输研究所评估具有新建捷运的需求与潜力，因此展开可行性研究，之后也很快的在1990年就提出桃园捷运的路网规划，建议以3条路线构成整体的路网。跟过去影片曾经讲过同样在1990年代规划的嘉义捷运路网一样的状况，那就是捷运规划的一大目的地是高铁站，但最后实际的高铁车站位置却都完全碰不上这些捷运路网的边。起初高铁桃园站预计设置在八德跟寮角，大约是台四线跟114线道的交汇处附近，因此三条路线的红线跟绿线也在这边交汇。红线一路沿着台四线往北，穿越桃园市区南崁之后，继续由台四线抵达桃园机场的东侧，接着往西南急转，在桃园机场内设置终点站。这条路线也被列为桃园捷运的第一优先路线。另外没有行经高铁桃园站的蓝线，则是以桃园车站北侧与红线的转乘站作为起点，往西一路沿着台一线经过内坜，在中坜车站设置终点。而这条路线连接了桃园跟中坜两个桃园台地上最重要的城镇，虽然南边有着平行的台铁，但是被列为第二优先路线。至于规划中优先性最低的，则是由高铁桃园站出发，沿着114线道一路抵达中坜车站的绿线。然而随着高铁的选线确定变更，高铁桃园站的位置也从八德改到青埔，随之而来的冲击就是桃园捷运路网规划必须跟着调整，就连路线的颜色都被更改。在1993年台湾省政府住宅及都市发展局规划的桃园捷运路网中，原先的红线被改成了绿色，并且截短到只剩临近桃园市区的从庄敬路到大南的路段，而原先的绿线遭到舍弃，改为串联龙岗、中坜、青埔高铁桃园站、桃园机场的蓝线。至于台一线上的蓝线则被改成了红色，并且往东延伸到龟山，同时在龟山市区外围设置机场，取代掉原本要在八德设置机场的规划，而从这边才稍微出现捷运中线的影子。之后的桃园捷运因为各项因素有10多年的时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06年随着蓝线被并入联络桃园机场跟台北车站的机场捷运计划一同开工，桃园县政府再次委外进行捷运路网的规划，先前联络桃园跟中坜的红线配合台铁即将高架化，同时增加4站捷运化的站点而遭到取消，剩下的桃园到龟山路段则改计划以台北捷运新庄线延伸到桃园来做取代。不过当时的台北捷运新庄线正因为设置在乐生疗养院的新庄机场出现工程争议而处在无限期延宕通车的状态，再加上新庄线属于高运量系统，难以应付回龙到龟山路段的急弯跟陡坡，再加上沿途的人口明显少于新庄、三重地区，使用高运量系统明显供过于求，因此遭到台北市捷运局的否决。台北市捷运局随后在2008年提供给桃园县政府的捷运路网规划中，将桃园到回龙路段改以独立的中线来做替代，并且沿着当时的台铁林口线往北衔接到今天的机场捷运山鼻站，希望可以活用未来桃园铁路高架化之后林口线不再运煤配合停驶的路廊。不过细看桃园市区的话，会发现无论是前往龟山
或者是原有的台铁林口线路廊，相对于桃园车站来说都是往东的方向。这也就代表着，如果未来同样以中线来做营运的话，可能要采用倒退路的方式进出桃园车站。如果为了避免这个状况而不进入桃园车站的话，那就会无法跟绿线还有台铁转乘。然而当时正值高雄捷运开通，运量表现不佳，导致交通部对于捷运建设转趋保守的时期，中线也因此评估可能先采公车捷运 BRT 的方式来营运，相对的也就比较不会有倒退路的衍生问题。不过等到2012年台铁林口线停驶之后，桃园县政府却无法如愿无偿取得铁路用地，一定要支付台铁每年2700万元的租金，或者是以43亿元的费用购买，才能够将路廊改建为道路、 BRT 专用道或者是捷运。因此桃园县政府最后决定改建为自行车道，以路廊美化、绿美化的名义绕开需要付费给台铁的规定。至于中线的桃园到山鼻路段，也同时因为跟准备新建的绿线近乎平行，就此遭到长期搁置。而在同一时期，中线的桃园到回龙规划则稳定的持续执行，但是在时任交通部长毛治国明确不鼓励各地发展轨道运输的状况下，曾经一度提报以中运量的方式新建，也遭到交通部的打枪。因此在2013年桃园县政府提出轻轨 LRRT 跟单轨两个方案，在考量到龟山市区的路幅较窄以及沿线急弯跟陡坡较多之后，决定以单轨的方式新建，具有量体比较小、爬坡能力比较好的优点，胶轮系统的噪音也比较小，经费更只需要轻轨的70%。不过单轨系统在全世界不止实际使用的城市较少，更受到技术限制的问题，可能需要缴纳高昂的专利费，不能单纯考量新建的土木费用。再加上国内并没有将单轨使用在大宗运输的实际案例，因此即便交通部在2015年年底核定了中线的可行性研究，但是却严正反对使用单轨系统。在经过一年多的交涉之后，桃园市政府在2017年宣布放弃，改用轻轨 LRRT 系统新建。也因为原本的单轨规划为高架新建，使用轻轨 LRRT 系统之后，高架量体将会增加不少，龟山市区的民众希望可以改为地下新建。正好同一时期，原本的桃园铁路高架化也在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的运作之下被改为了地下化新建，桃园市政府对于龟山民众的诉求表示将会纳入评估。在2018年桃园市政府宣布中线龟山及桃园市区路段改采地下方式新建，原先评估经费将增加40%，但是后来却直接翻倍，使得2018年就已经通过行政院核定可行性研究，却迟迟无法完成后续的综合规划，成为另一条跟台中捷运蓝线一样，比台北捷运环状线东环段、高雄捷运黄线更早起跑，但是仍然无法开工的路线。在2021年底，中线的营运形态再次转弯，桃园市捷运局宣布系统将从轻轨 LRRT 升级为中运量规格，等同于绕了一圈重新回到十年前的规划。桃园市捷运局则指出，这样的变更可以跟目前新建中的绿线共用机场，等同于中线不需要设置自己的机场，可以节省征收用地的费用，而这样的变更只让建设经费稍微提升，不过却相对的也让中央审查的时间再度拉长，直到2022年10月才通过环评，接着2023年10月交通部核定综合规划报告，今年1月再由国发会核定。目前的桃园捷运中线在最东侧的回龙会跟刚开工的万大树林线二阶采取高架共构的形式新建，中线在上，万大树林线在下，回龙站会设计成岛式月台，两条路线未来可以透过设置在中正路中央安全岛的电扶梯直接到地下层跟新庄线转乘，往西离开万大树林线的共构路段后，持续以高架方式走在万寿路上，并在龙华科大前设置 BRH06 站，接着进入到回龙到龟山的山区路段。然而这边选择的不是过去清代刘铭传铁路的路线，也就是现在的台一甲线万寿路，而是南侧1980年代新辟的外环道台一线东万寿路。因此实际上
百年前留下来的这张铁路照片，未来捷运只会行驶在同一个山谷，却不会经过同样的地点。而在不远处即将抵达林顶前，捷运由高架转入地下，接着设置 BRH05 站，这样的编号也代表着山区路段未来不会设置车站。之后一路沿着清代铁路路线的万寿路，在半岭设置 BRH04 站，在龟山市区设置 BRH03 站，在桃园巨蛋旁设置 BRH02 站，最后离开万寿路转上复兴路，在民生路到中正路间设置 BRH01 桃园站。不过主计划的隧道到这边还没结束，接着还会继续往西走，然后往南转向民族路、昆明街、建新街，再往西接上介寿路。这段隧道就是为了跟绿线共用机场而特别设置的联络轨道，在目前新建中的绿线工程里也有预留相关的结构。除此之外，中线之后还有延伸计划，将会继续沿着复兴路、中山路，再往北转上国际路，抵达终点中路，跟未来由北侧连接桃园跟中立的橘线设置转乘站。至于沿途会设置多少车站，则还没有明确消息。只是有了台中蓝线从交通部核定到行政院核定，历时将近一年的案例在前头，桃园中线能不能顺利获得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报告，多少还有未知数。实际开工前会不会又再次变更车辆系统，可能也要等时间才会知道。